早晨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家聪。咁最近呢个三月咧，超级忙，超级多嘢做。多嘢做都唔系最惨，最惨系所有工作咧都系唔同类型嘅，所以就令我个好乱啊，个人有少少乱，所以都冇乜时间拍自己嘅内容啦。咁基本上你见到我 channel 有亲片都系广告嚟，所以咧都想同大家讲翻声，正啊，爽啊！咁今日咩做呢？咁依家就准备要去香港 Ivy 度做表演啦。咁依家就出发啦。我将会示范一个比变魔术更加高难度嘅动作，睇住。喂 ，Sam 哥。喂，家通哥哥。落船啦，嚟到香港咁有咩食呢？就呢一间。冇错啦，澳门人嚟香港就系食呢个澳门茶餐厅。到咗 Ivy， 依家準備少少啦。咁我仲喂，仲係 keep 住我 Hong Kong U，Hong Kong U 個長項。喂，俾大家睇我 Hong Kong U 個長項，真係唔係講笑，你睇。即係你見到呢度啦，好多魔術師嘅簡介噶嘛。咁呢個 Alex 啦，好犀利啦，就教我好多嘢啦。跟住有呢啲啦，全部都好犀利啲高手啦。啊，咁你睇我個簡介，好得意我簡介，你睇。識少少魔術，但唔勁。依家去睇一睇今日表演嘅场地，以我所知就系好高难度啊，系180度，即系啲观众系喺你两边都有啊，所以拣玩嘅魔术都几难嘅。今次上年都系，佢就系微辣嘅加措。正明佢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嘅品牌，即我冇可能可以換走佢或者各方面。我每睇你簽完名俾曬現場朋友聽，你唔好寫啲錯喎。得啦，得啦嘛，嗱我哋翻轉，佢睇咗未啊？睇到你行緊啲得喎，咁啊大家都要睇到先得。OK 係嘛 ？OK 啦。OK 好，我咧嚟幫佢啊。多謝你，方便好多啦。係啊，玩完啦啊，咁又做完一單啊？咦？我咪簽錯嘅咩？我要簽喺度。你簽錯曬啦！你係第一個簽名簽喺後面，我要記錄低呢一刻咁神聖嘅時刻，介串各位觀眾有埋五毫子簽名。多謝你啊！雖然差啲，你眼我失手啊！好，跟住我俾咗啲鼓掌啊！Oh,
做完表演啦，依家閃人，下一站，咁啊去食個中午飯先，中午食飯，依家 go go go， 喂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，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每次嚟香港咧，我幾樣嘢都係必食，即係如果趕嘅話咧，就可能喺上環度食元氣啦。咁出親嚟旺角都係淡仔啊、雞煲啊，同埋呢個通達魚蛋。潮州魚蛋有咩唔同？潮州真人係啊，試下得唔得？試啊！兩粒喎。咁啊，呢幾間都係我自己中意食嘅。呢間食嘅嘢咧，就會去魔術店度行下。咁基本上，身為一個澳門人。已經有好多年冇行過魔術店，即澳門依家都有，得翻一間啦。咁曾經澳門都幾輝煌，都有細細地嘅一個地方，都有三四間魔術店。咁後屘全部都執曬，點解呢？因為一個人就係佢啊，幫唔到佢啊。佢係令到澳門大部分魔術店執笠嘅一個人嚟嘅。啊，想當年大家知道啦，做生意呢啲嘢。鋪租好貴噶嘛，人工啊、燈油火蠟。當時有一個人咁啊，專門咧，佢唔係為咗賺錢喎，佢為咗幫朋友。佢啊見啲大家買道具咁辛苦麻煩，佢幫朋友訂道具。咁啊好服務啊！咁你知佢幫人訂啊嘛，佢唔係賺錢，又收得平，跟住咧又好服務，送到人哋屋企嘅。我記得有次三號風球，佢係出去幫我。出去大陸幫我攞淘寶，再攞嚟我屋企，即係佢咁樣喎，你明唔明啊？越嚟越多人揾佢買嘢，大家都開始唔去魔術店買啦。之後就佢憑住一己之力，啊，佢唔係諗住賺錢啦，純粹諗住幫朋友做低曬澳門魔術店。呢個故事教我哋做嘢咧，有時未必諗賺錢，咁點樣做好佢咁啊 OK， 即係就好似佢咁樣，呢個係神話嚟㗎，澳門魔術界神話。魔術店老闆遲早劈你啊！我講，哎。Hello， 喂，嗨，系澳门消失咗好耐嘅魔术店。嗯，呢副系边个出噶？最有试试。但系佢就攞咗 Marvel 个。系啊，好坚噶。哦，发达啦！发达啦！休息啦，可以。咁犀利！依家计紧数，唔知买咗几多钱啊？依家睇一睇。OK。OK，誒買咗唔好耐，因為我哋嚟咗半個鐘，買咗4510蚊啊，咁就冇辦法啊，為咗拍片俾大家睇，呢個就係我嘅付出。哇，太好啦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哇，錢啊，多謝幫襯啊。哇，好痛啊，心好痛啊，唔可以俾阿尊睇到呢一段啊。变魔术啊！变魔术啊！系啊！
都唔係唔得嘅，我同媽咪講聲。大家俾啲掌聲先好唔好啊？咁通常魔術師變魔術啦，一般都用兩隻手噶嘛。但我唔同，我係受過訓練嘅魔術師。咁我呢個魔術咧，基本上我會特別啲，我用一隻手，一隻手就 OK， 好簡單啫，係一隻手嘅啫。唔係，會我一隻手，唔你一隻，你一隻唔使。OK， 會將我右手放喺我嘅右邊褲袋呢度。OK， 我就用左手嚟變嘅啫。陳小姐 ，OK， 我想我咁樣一撥啲派手，我想你隨便地方嗌停。OK， 隨便地方嗌停。停。停啦！唔好意思啊，通常女仔咬停咧，我都唔會停。嗱，所以咁啊，我哋啊簡單啲啊，或者咁樣停，可能我都要出古話噶嘛。我想你即係食指俾我，食指係啦，你咁樣隨便咁撥落嚟，跟住你自己隨便個地方停，跟住 hold 住佢 ，OK？ 隨便撥落嚟係啦，你咪向下你下撥，係隨便個地方停低，停低佢，停低 ，OK 得未？嗱，記住呢牌，嗱，俾埋大家其他觀眾，我慢住，我唔偷睇啊，我慢轉佢，大家睇睇呢個牌，記住未？我再行一步一步之後，好快咁樣，陳小姐啱抽只牌啦。佢經過左邊的手啦，然後飛咗左邊三袖入邊。唔單止咁樣，再嚟到我右邊膊頭，跟住就飛咗去你個手袋入邊。唔單止咁樣，然後佢飛翻出嚟，又去翻我右邊膊頭咁樣。啊，跟住佢慢慢經過右邊膊頭，再經過右邊三袖，然後去咗我右邊。褲袋呢一度就係、是、我依家右手插住呢個褲袋，所以會有一隻牌。陳小姐，我想大聲話俾大家聽，你啱嗰隻牌咩牌？紅心雷。紅心雷係嘛？有人聽我將紅心雷變成其他牌，你我神唔神嘅？嗱，陳小姐，我想你揸住，冇俾大家睇，冚住心嗰度 ，OK？ 陳小姐，我想你俾大家睇一睇，你手上一隻牌咪紅心雷。係啊，我第一次睇都係嚇到唔識拍手掌啊，好似你咁樣。Thank you， 多謝你。交翻俾你哋，啊，我食夠啦。好聽，你唱得好好聽，好好聽。多謝。OK， 今日呢個好充實嘅香港之旅咁啊結束。咁其實喂都想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傾下偈。就是、分享少少嘢啦，咁都啱，今日都講咗，最近好忙，啊，咁忙嘅唔係多嘢做咁簡單，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工作，即係可能有 MC 啊、表演啊、創作啊、拍嘢啊，同埋嚟緊出產品啊，好多唔同嘅嘢。啊，另外嗰個思維咧好亂嘅，即係幾樣嘢同時要做咁樣。但係有一樣好開心就係我哋公司啦、微辣啦，最近就同 TVB 合作啦。咁喺啱啱嘅星期日，即係幾號咧？喺啱啱24號啦，10:30嘅娛樂大家入邊啦，咁就有我哋微辣嘅短片啦，喺 TVB 度播啦。咁嚟緊下個禮拜日啊，應該4月7號，咁就會有第二條啦。咁我呢樣係幾開心嘅，即係。是人生另外一個新的里程碑，即是由小到大都看 TVB， 跟住有機會在上面出現，跟住有很多朋友見到都有專登影拍片啊，聲音比我很開心，是就是這麼多，今天我這個課就完結了，今天就到這裡，喜歡我的朋友就繼續喜歡我吧。